们媒体情况要注意了，要见个公司的语言，谁的什么消息你媒体本身也要判断，明白意思吗？像是你这完全如果有的东西你再帮他说一遍，你等那个东西你也有责任。你们我感觉你们新闻界还要学习一个，你们非常熟悉西方这套的魅力，你们毕竟还不一样，明白这意思吧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是身经百战了。所以说媒体啊，要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自述水平。等我点，谁怎么谁的干？我也给你们着急啊，真的。你们啊，不要想喜欢然后弄个大新闻，就把我批判一番。但是呢，就是你们啊，那一。但是呢，好好好，我很 angry， 我跟你讲，像你们这样子的不行啊。